来看到警政方面的消息，为了让民众遵守交通规则，防止违规肇事，嘉义县警察局近日展开交通大执法专案，透过科技执法、路检拦查、行动搜证等等勤务的方式，针对容易衍生事故违规行为，主动稽查处罚。今仔日公布三月第一个礼拜到第二个礼拜数据，已经处罚重大违规有1615件。嘉义县警察局表示，疫情降温了后，参会活动激增，饮酒开车肇事一直发生。为了贯彻饮酒开车零容忍政策，警方锁定饮酒开车事故频繁发生的路段以及各饮酒的场所，描绘演习活动周边，加强封闭式的路检、机动拉查，并且结合邻近的警察机关、东部区域联防，一经过查核饮酒开车，对驾驶人、车主、坐共车的人，拢将依法查扣严处。并且请饮酒的场所业者承担社会责任，劝导消费者唔通饮酒开车，提供联系代理驾驶，或者是代叫计程车服务。警方讲，嘉义县的道路大部分拢真宽过直，车速容易偏紧，造成严重事故。目前透过校内各处的测速固定杆处置，并且由各分局选择容易超速肇事的路段，运用移动式的测速器材搭配警用仪排面、机动布设。切角提醒驾驶人随时遵守行车限速的规定。警方强调，交通事故绝大部分拢是甲不当用路行为有关，交通执法发挥协助导正的效果，维护交通秩序，防止事故危害，请用路人遵守各项的规定，以提升安全防护。新闻新闻，中来新闻嘉义县采访报道。